各位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佳宏的实战解说。那么今天这盘棋也是我在野狐九段的对局。那么我是拿白的。那一开始黑棋走二连星啊、哦，那我是新小木应对。那再来他左下挂我的小木，那我实际上选择一个秀侧之间好了啊。再来他很快的右下又挂我一个，那我普通的飞。哎呦，选择这个大飞哦，哇，这一手棋是有一点点。 呃，这个套手味道的一手棋啊，其实这个棋的应对很简单，你看要小尖或者是直接脱先就可以了。小尖他有可能会脱先，小尖黑棋反而有可能脱先，那那那还不见得便宜，所以我实战就直接选择一个脱先好了好啊，就不理他，因为他也没有什么太厉害的下一手啊。当然就并上来的话。 嗯，这个应该是还好哦，他应该研究蛮深的，直接就选择一个病，我觉得这手棋应该是还好了，我就再拖先好了。嗯、呃，左上点个角，譬如说他要夹攻过来，我们还可以再靠一靠啊之类的，或者就飞跳上来之类的，应该不是太严厉吧？我记得左下这个大，右下这个大飞，我确实拖先是可以的。 嗯，他如果再跳上来，我好像就比较严厉。我这时候可能要稍微处理一下，靠搭他走什么？不然我能不能虎下去啊？好像不一定行，是不是？还是我就哎、欸，这我要怎么下？就简单大跳应该也可以吧。 这这这手起炸，看这样好像有点胡闹，但是其实也不算太不合理啊，就是算比较罕见的定时这样子。然后大跳了，他要走什么？哦，这边小尖起来，还是怕我靠啊之类的吧。重点是瞄这个穿象眼吗？我就贴过去，他吃这颗星位已经不大了，因为我整个三三都被他顶穿了，那个星位已经不大了。这我能不能？ 尖冲过去啊！贴完断，我好像会被他顶穿，好像也不行。怎么一直在被顶穿呢、啊 <laughs>？这我能不能再再弄他一下？好像可以诶。煎他，他我不理的话，我再挤上去，好像还是一一手棋。哎呦，好像是蛮有趣的棋。右下这个局部确实没走过啊。 如果是这颗纸换在这个位置，那就蛮常见了，就是以前的旧定时很常见了。但是我还是有点准备不足，实际上我这个先糊过去。他走在五路，看起来是蛮舒服的。哎呦，莫非还有连扳管？哎、欸，我这手尖是不是不太好？好像不是好棋。 不过刚才那个局部我已经有点不知道想哪了，所以想说试试看。他这边是要退还是再连搬上来？退，那我可能再压一下好了。压完我可能就夹它吧，夹它还是尖冲？夹它的话，它有可能尖出。 我觉得应该必须夹吧，这我都投资这么多人了，那等一下找到机会还是要夹进去啊，不然或者或者至少飞压，不然他这边就简单小飞压，他下面蛮大的，他非常肥沃的一块棋，毕竟这个压五路还是有点亏。嗯，一开始布局走成这样，我好像好像白棋似乎没什么好的，是不是这手大跳不见得好？我应该。 我应该下什么也有点不知道，是不是那时候我应该直接靠一个把它把它压低就好了？我应该把它直接压低。实战这样我先贴，实战这样我让它走高了，这边效率非常的高。哎，对我应该把它压低的。他这边再长出，应该还是想要觊觎我这一块棋。 我这要不要再压一下？应该别压了吧，再直接先挂过来。果然拐我一下，秒拐一下。这我一定要理他吗？不理的话，打入。先跳好了，还是先跳一下。他有可能往中间大跳吗？还是要继续盖我？嗯，一开始就形成一场激战了。 这手棋我挤上去好像也不太好，没办法尖完挤啊，有点可惜，因为尖他肯定要团上来了，我去主路他意义不大。实战走成这样子，我就先大跳好了，大跳过来。哇，这个还是好想飞压或者进去哦，进去进去好像也不是很好，他现在这边已经很厚了。 哇，这棋走成这样，好像白棋步调确实不好，感觉挺不好下的。说实在，到底要怎么样撑过去呢？先板一下，板他肯定单长，然后再贴吗？好想要，好想要去搞他这个棋，好想要弄他星位啊！但是现在中间还薄薄的。 他会不会搬啊？我现在这边是骑棋是棋形是没问题啊。他如果简单抢的话，我可能在中间再补一下。哇，真的搬过来了！这个搬让我很讨厌啊，因为没办法轻易脱手。那你说要断跟他开战也不太像。哎，这是怎么下、啊？ 可能就搬好了，还是我我我留着，不是头，他挺过去也也也有点难受，但是我觉得我实在是很想弄他这个脚了。我先问问他右上怎么下吧，难道他现在会去挺头吗？应该不会吧。右上他还是要处理一下，可能就靠吗？也是有可能。靠完长出。 还是怎么下？先问问他嘛。靠，我也有可能挖是不是？还是撸进去？哎、欸，有没有可能我这时候再来搬，然后再把它搬进去？哎呦，好像就比较像一点。因为我如果搬，被他挺过去的话，就不太，也是可以啦，也是可以再搬它。搬它长，我再搬，哎、欸，也是有可能哈。 嗯，怎么怎么是走这个次序会比较好呢？想一下，现在是关蛮关键的时刻了，我还是先搬好了，先搬它长，我再看要不要走，还是它现在要虎下去也有可能。哎，果然还是长，挺头痛的。现在我我若搬被它虎，到中间其实对我这块很伤，所以我也要。 谨慎考虑，但是我现在在想，说我下面有这个棋，然后他如果要团的话，我这边扎丁是不是有点先手可以拖过这些东西？但是这个棋有点冒险，主要还是我这边骑行各种松散，但是也有也有一些眼位啊，并不是完全没眼位，还是得反击吧。 我若就撸进去，就撸进去，应该也是可以的。还是我就撸进去啊？好像就撸进去，其实也是可以。他说挡了我，直接冲断。他中间还有被贴死的问题。那他说我尖顶，那我顺势藏一下，这样子这边就非常坚实。嗯。 各种选择，我刚刚如果直接把它扳断也是可以啊。哦，他现在来断我这一下，我如果直接吃掉，他是要尝这个的先手，那我贴过去呢？哦，他直接顶住，我也断不了他。他要这个长的先手，哦，原来是这样子。 能不能直接去冲断？它这个针子它是有利的，是不是？我这边直接对上去，哎呦，它好像不一定有利啊。还是我单爬，冲断它断我两颗，意义不明。我如果直接冲断，它可以打死我外面这颗。 或者是断我两颗，断我两颗，对于他这边补断就有帮助。不然我单爬好了啊。看起来进入一个激战了。他是贞子不利，他去断外面好像没有利用到，还是他现在就单场一个单场一个联络，然后我就打死打死这边。我现在显然在上面应该是我有利的一个战斗，但是中间这条等一下就轮他动，那不好说，不好说。 应该自己也是有点眼位，但是他也可以先过来把我这颗克掉再说。对啊，哎呀，还是有点复杂，主要还看他这边处理成怎么样，因为他这边也有一个断的问题存在，所以我，我也不我也不不知道怎么说了，就看他怎么下。啊，不过我现在看到一个，他有可能直还是有可能直接打。 哦，oh, 他现在一打，他其实不用贞子哎，一打吃我只有跑出来，然后他这一段我直接死掉，哇，那我那我刚刚看错了，哇，原来我都看错了。但是他断的，他打的时候我可以跑来这里断了、啊，所以这也是另一个问题，打的时候跑来这里断，那我就可以跑出了。对啊，这个棋还是相当的复杂，确实没有看看起来那么简单。 但是我断然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他打完贴出来的时候，这里这里会很受伤，这很复杂。他应该也在想这些问题，要怎么样利用，然后次序啊，各种。刚出手趴，好像还是没有计算好。我因为我本来在算贞子，但是没想到这边直接打，从这边打过来，我是一口干了。嗯，跟我原本的预期是不太一样。 但还可以下，他说打的话，我可能看要不要先跑一下，然后再跑来这边断，或者就直接单断。哦，他果然打了，那我就因为跑直接跑的话，显然被他断死了。我先断这个再说了。那他现在应该只有打出来，这一块棋不可能让我割掉。不过他也有可能反断我一下吗？ 哦，先这样下再说了。不过其实仔细想想，我这一颗子也不是非跑不可、啊。他如果就真的把我，他如果就真的把我吃掉，我其实里面也都还是活的。他现在断这个，啊、呃，吃啊！他是要滚包吗？也没有。 这样子我显然就跑不出去了，因为他这边有断完打或者单顶打，哦，我好像还是不行啊，这个战斗还是不行呢、啊。那我现在也只好去跑回去跑我这块了。不管他这边再多一点子力，我这这一块棋就该死了。不然的话，他好像还有直接断的棋。 哇，连要跑都不是很舒服，怎么会苦战成这样呢？太夸张了！飞一个好了，哇，有点想，本来有点想要跳，所以这颗子就先不跑了。那变成说看能不能找到机会去攻他中间，但是看起来好像也很困难。 他先打过来，那我当然也只能跑了，拐出来，再搬了，哇，好凶啊！这边能不能滚包他，断完滚包他？但是我右边也被冲下来，也不行。 单吼的话，会不会直接被照死？应该照不死。不然我们单吼好了，保留这边断打的可能性，把这打掉，各种打掉，有点俗。还是不好下，还是很难下，看能不能尽量扛下来这些战斗。这块就包围，先置之不理。 因为其实暂时也死不了啊，头还没被被封住，然后本身也有一些眼位，那现在可能就是看能不能搞它这块，然后中间它也有一些薄弱的地方，然后它现在这边还有一个跑的问题，跑我打吃完粘的话，它好像拐，拐我还挡不下来是啊，对啊。 各种惨，他跑了，王阵还只能从下面打，哎，各种惨。不过他跑，我就从下面打，好像是还好。现在小事情呢、啊，现在这边都是小事情呢，呵呵。哇，想挺久的。看来对方也是落子非常谨慎。四三二，我直接跑了，这我就下打，这其实是小问题。 他可能也是接时间了面对对方接时间，我们就要快速的把他打回去，不能让他多出那个时间来思考。七、六、五、四、三、二、一，连续接时间。嗯。 他有可能提完一下之后就先脱先，也有可能，还是选择了粘住啊。那我们就先拐出吗？等一下，我们接一个去补棋，应该是先手，应该就先拐出吧。 九八七，9, 8, 7, 这边有些断的问题。五四三二，虽然白棋其实整体非常薄，但是我还是一直在寻求反击的机会。这边我是要断还是怎么下？断他走，打吃完爬，怎么下会是最好？ 单班会不会比较好？单班会不会好一点呢？他断，他是不是想要断？他是不是想要弄我什么东西啊？现在开始读秒。断，他是不是就打吃完脸了？我这边有点问题，是不是？哎 <9, S 1>，说不清的东西啊。七、六、五。 单搬算了。哦，这盘棋确实是非常紧了。那本来我确实形势可能蛮不好，的，那现在一直努力的看能不能扛住啊。三、二，还是帮我投哇？还是要被杀？先跳下来再说了。 看来我刚才下班应该还是对的。如果有断的话，他也许这附近立下有一些先手。对，哦，刚才漏想这个问题，原来他是要杀我做预谋，确实是这样，没错。现在如果长完飞下的话，我就是可以从这边断打过去。还是立下啊、哦，还是要立下。那这应该跳下去跟他杀气应该不现实。 那我就飞出去吧。哎 <coughs>，我是不是应该打他之类的？弄完打他。啊，被他跳了，那我还打得到他吗？现在是打得到。九哎，这被我整一整，他怎么不活了？我先打那。 怎么被我整一整，他突然不活了呢？第二下好像打不到，是不是？<八 S 1> 我觉得劫财，劫财来讲，他应该比较多。我先靠一下，他是不活了，但是我脚上我这个很鸟的一些东西，看起来好像也要刷他，好像也不太敢。五、四，先粘住，正常啊。 我当然立进去。好，好像不是我杀他、欸、这起航轮不到我杀他。刚才还是想的有点太简单了。九八七，这飞进来我不活。五，但他现在还有冲段。三二嗯，我不先提这个哦，他用拐的。拐的话，那我他一般砖，我应该就不敢动他了。 哎，欸、会不会他先手活？这是一个问题。他这边顶完，他这边有先有至少一眼了、啊。那我这一下拐，我若做眼的话，那他好像可以不用补。九八七六五。 不过我可以补在这、喔，我补在这显然是更好了。对我应该补在这。哦，差点要，差点要补回去，还是拐一个就很臭了。显然是要补在这嘛，对。所以有时候读秒的时候反而会下错这种超级简单的东西，就很搞笑了。他还要主动我一下，也是有道理。 他可能等一下还要先手把这個提掉一下，六、五、四，冲一下，冲往立下。哎，莫非他还要来杀我这一右边这条？好像不无可能呢、欸。等一下啊、喔，他这个提掉一下之后，我敢粘吗？他不应该该夹，哇，我还不行呢、欸，他怎么这么强啊？ 他也太强了，太敏锐了，他太敏锐了啦！这样子我不行啊，断打他一下。我现在如果去接的话，不要一夹，右边死掉了。哦，对吧？我我好像死掉了。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 第二次，想想。还有两次读秒。这我要比气是有可能吗？他来夹我。九八。还是这其实是一个双火，是吧？五四三二一。还是这其实是一个双火，最后还是粘上了，但是这也有点过分。 粘上有点过分，因为我不想被他整个连通啊！整个连通他太爽了。九八七六五整个被他连通，我应该没什么机会了。二，他先顶一下次序，是，他是一个次序。我如果接的话，他来夹我，我还得点进去杀他。七，所以我应该现在补啊、哦！现在补的话，对这块也有资源，但是现在。 就又轮到他杀我这一条了，他会吃一颗吗？也应该也不会吃吧。八，哇，直接靠过来，哇，整个是满盘被追杀哎，哇，这个靠，下一步要夹。九，八，七，六，五，四，三，二。先不按一下，我确实已经不知道下什么了。 上班啊，冲出好像看起来都不太行，不,不太好。夹我冲过上面，哎、欸，不对，夹我要接这个。八七连班，哇，太强悍了啦！整个是被杀烂了。九八七六五四，太强了，太强了，我整个被杀烂了。 接出来，接出来！哇，杀被杀烂，被杀烂！他现在要吃吗？应该不会吃了吧？反正他已经活了，干嘛吃？对哦，跳过来，这硬封得住我吗？还不一定哦。七六。他现在如果硬封，可能反而会有反效果。先煎出再说了。靠过来！哇，他现在已经很好攻了，各种虐啊！ 哇，被虐翻了、啊！这已经被虐翻了。哇塞，原来是现在帮助我。九、八、七、六、五。PK 一下这个，寻求一些机会啊，不然也没办法了。这边搬出显然好像有点鸟。哇，不过我觉得好像还是有点乱呢，是不是还是有点机会啊？ 不能轻，不能轻易放弃。四、三、二，不能轻易放弃啊！我觉得还是有点机会。九、八、七，这有没有什么断？这个五、四、三，还是我先跑跑，好像比较像。对于他这边有点，让他气紧一点。 九八七六五四三，现在还是要冷静。我觉得围棋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冷静，随时你在任何场合你都是要保持住自己的情绪。七六五四三二，因为有时候你你突然崩溃了，结果。 你情绪崩溃，了，结果其实你的棋是还可以的。这种情况已经是屡见不鲜，这完全都是很常见的一种情况。所以，围棋最重要确实是一个一个一个冷静的态度。这我不想强调一下，因为想说单拐下一步有挖吃的可能性。拐的话，可能对他这边也有点东西吧，不知道。我现在帮一个考验，考验一下他的神经啊，他应该不太敢断了。 感觉中间一副快爆掉的样子。四、三。哦，他他就他就跳一个了。那我先扁他。九、八、七、六、五、四、三、二。先拐一下好，因为我这个蛙吃完再收气，它应该气不太够啊。 他应该不太敢去断。那如果他要冲的话呢？我先打他一下，再接出来。八七，因为我刚才单打好像被他走了。哦，他走这个班哦，意思还是要断我。九八七六五四三，先打他这个好了。哇，那这样子又轮到他杀我这一块了。 各种的层出不穷的战斗，实在是非常可怕。我自己下都觉得胆战心惊的。粘出来还是？我这边拉一个，有个先手。应该只能先粘出来。哦，他是有扳好棋、啊，下一步要扳断我。就吃了。 我靠死他吗？显然靠不死。啊，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尝一下这个好了，他逼他补一下，那这颗拉回来可能对這吃他这块有点帮助。谁吃谁还不知道。 我这边多一个后门，真的好很多。这都要先打一下，没什么区别。中间跳他一下，然后飞吗？我觉得好像不能硬包啊，感觉都不能硬包。 这个要不要退退出来？他好像就死八七六五四，对吧？这个退出来，他应该是死了吧？接我兼住，那就看他右下这块能把把我杀成怎么样。他中间可能得先跑。九，主要我想先吃这个，因为我觉得如果被他搬了，我脚上还欠一手，欠一手杀，所以我觉得这个。 先把它克掉可能比较好，那中间它杀过来那就没办法，对啊，这边是可以跑了，但是应该不是现在跑。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先跑，哎，哦，我可能应该煎过，是不是？先爬一下，它应该不会去吃我，他可能想要怎么怎么来搞我这边。 我等一下应该还是可以跳，这个跳好像还是很很很大的棋，这我能立下吗？它好像有有把我顶断。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不，我就挤一个跟他泡个劫吗？泡个劫拿中间跳当劫财。 五哇，这盘棋确实是非常的刺激啊！我自己是吓得觉得胆战心惊的。呃，这个变成这样子，我力好像也不行。九，先爬先爬好了。不过他如果来吃我的话，哎，他搬完几段、啊、忘了？万还是不行，还是我刚才应该用尖的？我刚好应该用尖的，是不是？ 哦，喔、我现在可以顶。退的话，我想比较挤断。七、六、五、四、三、二。我现在顶的话，损失比较小。等一下，要不要再跳出来？他现在应该是会去吃我，只只吃这三颗显然不够。 扳一个，先提。跳出被间。歼。九八七。跳出被间，嗯，其实好像也不太好。我是不是就猥琐边算了？急我这个。靠，莫非好奇啊。拖？拖是啥意思、啊？ 我都补外面算了、啊，我他拖一个是什么意思？啊？没有什么意义啊。只吃这个有点小，我其实左边一围就够了。他他九，他吃中间都不是很大了吧？六五，吃左上角应该还是非常大。一，啊，再爬，再爬，我是要补了，不过也没什么意义、啊，他应该就接时间吧。 不过这样子变变，我左边非常干净了。他如果来吃我，那我就把左边一补算了。猜七，猜在哪裡？也先想一下。四，猜这。哇，他要大尾是不是？看来他是要大尾。我是不是就不理他？自己猜。八七，我可能还是先胡好了。 九八七，9, 8, 7, 飞一个飞一个，反正我周围都蛮厚的啦，应该是不怕他来弄。啊，其实也可以救这个哦。他现在应该会去吃。九，<9, 8, S 2> 那我再来飞呀、啊 <7, S 2> 欸！飞呀、啊、會,会被他冲断。五四，确实也是哈。二一，N, 2, 1, 哦，他现在又回去吃，这边被他两边吓到，有点被他两边吓到。 这边我是不是用跳了算了？飞好像被他冲断了，他周围太厚了。八、七、六、五、四、三、二，用跳了算了。然后我等一下中间再飞一飞。我左边整个权威上加左上，应该还是够吧？哇，还要深深的打入啊！那这应该是终极一战了，是不是？ 小尖，九八七六，小尖应该还行吧，靠靠不太出来，先飞还是拖？飞也可以吧，但是有点怕他拖啊。小尖对于拖的防御好像比较好。走这个，走这个，我把他这边眼位一破，他应该就不太行了。 并中间好了，它里面这里钻不太出东西吧？看起来就是六格而已啊。跳一跳，九八，藏一个，然后再挡住。 这边要小心一下，他有没有什么可以度过的棋？应该是没有什么棋了，尖掉一下。啊，越是接近终局的时候，还是越要小心呢、啊。他这边有没有这些东西啊,啊？那我再挡住。好，六死八活，还是蛮简单的一个二路死活，周围应该都没什么搞头了。 对他应该死进去。八七六哦，对方投降了，好吧，那这场非常胆战心惊的战斗终于是结束了。那等一下再跟大家复盘一下吧。好，那最后简单回顾一下刚才的对局。那一开始黑棋在右下角走这个挂后大飞进角啊，那这手棋是有一点套手意味。这边白棋如果说比较直觉性的直接跨下来呢，那么被黑棋挖的话，白棋应该是不太好。 白这边如果打之后接在上面，那么黑棋简单的打拔。那在这个场合呢，呃，是黑棋争执有利的，所以说白棋这个打吃会被黑棋跑出，所以说白九就不能打。那么如果说白棋选择退的话，那白棋这个墙壁啊可以说是蛮破烂的。那么黑棋脚是拿的蛮实在，所以说这个变化应该是白棋亏了。那么如果白五选择下接，那么被黑棋断了，那这边要溜出去的话，被黑棋这接打吃，这个白这个子就死掉，这样子显然也是白棋不好。 那么白三如果选择内打的话呢，那被黑棋接住哦，那就相当于黑棋拖完搬入的这个普通定时，那么白棋跑去断打这个，那显然也亏了啊、哦。这样子后续稍微看一下，白棋只能吃，那么黑棋就打出来打上来，那白棋显然是没有好的道理啊、哦，这直接被人家提掉了哦。所以说这边白棋是不能跨下来的。那么这里的话，最好的下法就是白棋脱先了啊、哦，这边脱先也是决议的首选。 所以黑棋在右下角其实也并没有什么太严厉的手段，哦，顶多就是小尖上来，那么白棋可以继续拖先，或者是就往这边挤，那相当于还原成拖完搬入的变化。那实战的这个病也是另外一种了、啊，不过就都不太严厉就是了。那我们可以看到，其实黑棋也并不便宜，从一开始白棋的六十几趴胜率已经涨到这个七十几趴了，所以说呢，这个黑棋这么下还是不太好的。 那么再來在黑棋右边逼过来的时候，白棋实战这个大跳应该是不太好。我实战应该跑去靠的。我当时靠的时候怕他这个搬上来。我当时想的变化是，黑白棋，我是虎一虎一个去主渡的话，它可以打穿接住。然后我如果要在主渡的话，比如说搬，呃搬，它也有可能会挡，也也可以挡一下。那比如比如说我去主度，但是它右边还是可以活起的。这样子我这块棋好像拿它没有什么办法，所以说当时就没敢下这个图。 那白白棋如果立下主路，大同小异啊，都是一样。那好像白棋就不是很好。那如果说搬完挡这个，那人家一打吧，他还是可以度过嘛。那我这个脚实在是太太鸟了吧，这个下起来看起来很很糟糕。但是其实，在他这边如果是搬上来的话，那白棋还可以再往这边搬。这样下的话，反而白棋是还挺不错的。如果说黑棋去断完之后，那他还是得回到这边接，那么白棋就唱上去，这样显然这个。 路线是走得的蛮开阔的啊。那如果白棋，那如果黑棋不不打吃，譬如说单粘的话，那白棋也可以虎一个。这棋形本身很有弹性，的，挖打我们可以再打也可以，啊或者或者简单碾应该也也都 OK 吧？看起来都走得的蛮开阔的。那如果说黑棋虎的话，呃黑棋如果退的话，那么白棋可以往这边虎过来。哦，黑棋如果说是打吃完之后，它这个角还是得回去活，因为现在已经没有度过了，所以它还是得回去活角。那么 白棋看要打吃这个，或者是长头上应该都 OK 吧？哦，这样子应该都可以。那如果黑棋去长这个，白棋应该还是可以打这边。那黑棋应该还是得回去活脚。那白棋打这个看似好像没什么了不起，但是其实蛮大的。这下步一提呢，白棋在下面就就直接有非常不错的根据地，而且这两手棋本身目数非常的巨大，整个让黑棋上面都浮起来的感觉啊、哦。所以黑四如果往这边退被白棋虎的话，那其实黑棋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这些手段了。所以。 这个白棋靠完连扳过去，这个连扳是我实战没有没有想到的啊！我那时候很简单想虎下好像不太好，就没没敢下，走这个大跳。不过这一手棋应该也还行啊。那他小实战小尖的时候，哦，我那时候还在想哦，我这步尖是不是不太好？不过这一手棋啊，反而是决一的首选哦，看来是 OK。那实战他这边是用退的，不过这边决一的变化是黑棋先点刺完一下之后连扳上来，然后白棋反击一下。 那黑棋又单连啊，所以说它这边还是应该连扳上去，看起来下面是更肥沃一点了。不过这样子可能白棋走一走也是会加过来，所以应该跟实战也有点类似的进行。那么我实战这边继续再贴应该是正确的啊、哦。不过贴完之后，局一这边没有在右边夹攻，而是在下面飞压啊。那飞压的时候，黑棋也没走了，跑去左边爬啊、哦。这时候棋虽然是把左上的地势走完吧，那爬后白棋长，那这边就是。 这个左上那那那边的定时变化，这个定时也是有一点复杂的，所以这边继续贴完，应该来飞压了哈、哦。实战立刻夹攻就变成一场乱战了。那这里决议是推荐我应该继续压，但是那时候就觉得说，这个压虽然知道对自己这块棋，呃，往中间的战斗是很有帮忙，但是这种贴五路的棋还是有点下不出手，感觉它对方下面太大了啊、哦，这块棋围得很大。 有点下不出手啊，但是决一这种还是得压，你该压，对于中间战斗还是很有帮助。这一块棋的出头很好，这样子。好，实战这边大概还好了，看胜率也都差不多。比较关键的应该是在于说挂完之后，这边它断的时候我应该怎么下？我实际上这个棋爬进去被人家打吃，应该还是不太好啊、哦。那时候还在那边看贞子，真是傻了，这个棋直接被人家这边断打一口干了，所以是不行。 那这边决一是推荐，在他断的时候，我应该反搬出来。哇，这个棋，呃，确实相当乱了。这边那时候整个千头万绪的，包括有没有可能去吃它、啊，然后向实战爬进去，或者是这边断啊，或者这边压，其实千头万绪的，确实太难算清了。那搬事后来看，确实是很不错的一手棋啊。那他如果去断的话，我们粘住，这样子反而变成黑棋有点四分五裂了。这边是首先必须要顾啊，你不可能去打这个被人家。 被人家这边打完长过来这一块全死不行，所以你首先必须顾这个。那么被白棋一接的话，那黑棋里面就是又全烂了，所以搬的时候它就不能断。那么搬它如果说来反断这个的话，这这算是这个白棋就打吃完，白棋就比较防不住，因为你如果去，这好像也没别的棋下，就只能打这个，然后就被黑棋给抠吃下来。 哦，那这样子算是一个转换，黑棋把这个吃到，然后是整条安定。但是呢，白棋一接住啊，这边外面的所得也很多。但是黑棋脚上一挡，它还是一个活棋啊，那里面还是可以活的。哦，这样子后续再飞飞一个，它还是可以活的。不过白棋外面就变得非常厚了，那对于这块也是蛮有帮助，还可以拿到一个先手在左上这边去走。虽然爬边一打，那这里决意是说我其实不要像十安再去断这个开战了，我直接把这个脚一端，确实也是可以。 那我那时候，哎、欸，我为什么非得去断呢？我可能还是在想说要跑出的问题啊。但是其实事后来看，我这脚一吃，哎、欸，确实我这里也是空非常多啊。那这一块棋，因为我没有去断人家，所以我这块棋暂时生死还是还是还是能撑住了啊。他如果来攻我，们，就说直接这么下，我就就跟着走一走，至少还能头还出得去啊。那他这边后续还是有在搬出的可能性。 所以我那时候有点太急躁，立刻去断不太好，就直接引引发一场激战了。然后还是我很不利的一个战斗。那再来这手棋，我直接补一个被人家打吃，应该也是一个呃让局面演变成苦战的一个导火线。我这边应该来打吃，但是这个也很乱，就是整个看不清。打算跑出，然后呢他再压出，然后我这边也各种打不死。那包括说我们有有可能打的时候，他来杀我啊，直接。 直接搬过来还是怎么像怎么样下吧，是不知道怎么封住。点完飞一个也有可能不晓得，像这种打车的时候也有可能被人家杀，所以当时也没敢下，因为我那时候十三强，我如果在还在这边下的话，被人家杀一步，我可能就不太行。但是他要怎么杀我也是需要很伤脑筋的。这边的变化，他就是双方都互相拽着跑这样子，然后他拐一个，我们再拐过去，他在搬，哇，这个也是超乱的战斗。 后续是搬吗，还是断上来？不晓得，断上来我觉得还是不太行，因为我这边其实他挖吃碗冲这边他或者单年他这边都还有一些先手哦，不过他单年我小尖也没补到，是不是？嗯，总之我若要断应该是比较困难一点，那我搬外面被人家藏过来，好像也有点复杂，所以应该也不太不太看得清啊。 那我实在非是选择比较看得清的，至少我先把这块棋走出来。那不过被人家打，我就确实确实苦了。我、哦、这边整个苦。不过局一似乎认为黑棋这一这手棋不要去跑，看一下他这边有什么高见，是不是就简单补一下中间就好了？跑几下局一认为亏胜率，但是我也不晓得亏在哪哦。这边直接先先再压一个再，再补中间哦，那整体连上了，这个打吃完跑还有门风，所以黑棋没问题。 我们白棋压完跳出，先走出去。哇，这个飞有飞过吗？<laughs> 搬它在反扳是不是？但是看起来好像三颗有点问题，因为比如说单跨哈，跨跨完这个走之后再断，好像三颗掉，了，但是应该就是小问题了，就至少先连一连。但是这一块棋还是有点受攻。如果说这颗三颗被黑棋克掉的话，那黑棋等于活棋。 哦，不过如果走成这个虎的形状，那白起这一块好像也没那么薄了。应该重点是反而是在这一块了。虽然说有刚刚有走一手，但是其实还是相当的薄。比如说刺过来可能要砍我这边，变成这一块其实重点。不过也要他这边能腾得出先手了、啊。哦，所以应该都还是蛮乱，然后跑几下亏了不少胜率，是有点不想不太清楚。然后这里的变化我自己觉得还算有一点必然性，但是这个。 像是走到这边的时候，本来胜率还可以，但是后来走几步，胜率就整个垮掉了。可能决意已经逐渐算清这里头的变化，然后发现白棋不太行吧？那这边，呃，他跑出来接住这里头，如果他现在来夹的话，这有点没看清，但是打算接住他，为了要避免被永远杀下，因为他这边攻气还算多、啊，避免被永远杀下，他要接那样子，后续收一收，感觉是一个双火了啊，白棋。 可能搬还是还是从这边挡啊，远远不晓得。反正这公差看起来工序还不少，所以应该是一个双火的变化。那走到这边，我整个胜率不行啊，他说落后九木了。他实际上顶的时候，我就没敢没敢粘了，因为我想说他再来夹，如果我要点进去，即便还是双火的话，那这个我就先亏这亏这个木数了。而且他这个眼睛也变大了，我想说可能对公差有点差。 不过应该还是双火啊，只是说就是亏了这个心情上有点不肯，那就跑去小尖，因为我觉得他这一块棋要杀死我还是不见得那么容易，因为而且我这个小尖也对这块有所支援，之后来看这个选择是对的，因为他这边他的攻击太过于过分了，决议认为他这里的下法应该就简单的补助这个断点他就够了啊，补助这个断点，即便白棋能够上面舒服度过呢，那么黑棋再来检讨一下白棋这块棋直接主度。 哦，那白棋连一下，哦，黑棋还是砍过来了，继续破眼。那看起来白棋可能还要继续长征啊。这边，哦，不过局部倒是也有眼位啊，尖完脊柱，不过尖它有可能硬团上来，它右下其实还是活棋，所以这边白棋要怎么利用，可能也有可能用挡的，不晓得。哦，看起来这块棋还得会被黑棋收刮一波。那么黑棋拿到一些先手来这边爬左左边分一分，应该。 应该还是黑棋比较好的一个一个棋啊，所以黑棋这边应该稳一波，那它实际上就变硬砍、硬攻。那其实攻到这边已经把黑白棋顺利阻渡掉的话，其实还是可以回去稳稳一下的。这时候他回去稳一下应该还是不错，只是说白棋这边先走一下左上这一条黑棋也有可能会有点薄掉、啊。那是不是这下面知道什么意思？觉得白棋点进去气不够是不是？哦，的确也是，被罩住也没什么气，白棋还是得先出头，那么黑棋再回去补。 白棋再扳住哦、喔，这个也是黑棋不难处理啊，这个东西。所以黑棋这边硬要封住，有点下太凶。但是其实在这时候，我应该就可以可以腾出手先去断了了。啊，我一直到贴后才去断啊，其实像这时候也应该去去断了。这边我又多走两颗才去断，不过好险，终究有是去去断。那这边白棋去断的时候，局面就已经蛮复杂了。实战黑棋是用打吃，的决一是推荐黑棋单提。 那单体的话，白棋就还是要从这边搬来引战。那后续白棋这个顶还是能走到先手，否则打下去的话黑棋没有气。那再从这边断完贴出哦，那后续断。因为如果白棋黑棋跑的话，那白棋再打过来，这样子白棋中间有各种断打打,打吃的情况下，好像白棋要全吃中岳黑棋不太容易。譬如说简单的走这个的话那黑棋可以断完接出哦，那白棋只有吃，那么黑棋就显然可以打出去了。 那么，如果白棋接住的话，黑棋也可以断完打出来，然后再接住，这样黑白棋断不下去，被接全死了。了所以说这边，呃，乍看之下好像白棋要全吃有点困难。不过另外还要考虑一个问题，就是黑棋这一块棋也没有活啊。哦，白棋若往这边一杀杀下去的话，好像黑棋有点问题。不过黑棋这局部这边贴啊、哦，看看起来白棋这中间有各种破烂，所以。 整个棋可以说是相当的混乱了。那这中，这这上面这条，终究白棋也还没火，所以可能白棋也还得先处理一下自己这边，看到底要怎么吃出去啊。所以说这个棋还是相当的乱了。呃，譬如说至少至少先吃一点吧，先让自己能够做活。那白那黑棋也有可能就是中间来不及把这几颗打出去，可能要先自己挡一下去去做做活啊，或者中间中间走几下做做活之类的。 哦，所以说提掉也许相对好一点吧，比较看得清啊。实际上这个打出来，它实际上用靠的，后续被人家拐还是有一点要挖出来去滚包的味道，所以反而不见得有单提来的干净啊。那这边决议是推黑棋用挡住的，因为这个挡住它的好处是下一步这个单力啊，对这个边上是一个先手。那么他这边是点完挤一下啊，还是一个先手嘛？因为后续这个力啊，还是还是可以打上去，白棋没有活，所以。 这边白起还是得补的情况下，还是可以度过啊。那也就是说，刚才这边呃挡住留一个后门的话，那也是可以腾出手去把这边拉过来啊,啊。那这里的话，白起好像也可以跑出哦、啊，这样子就可以吃到两颗子了。过白起跑去这边先断啊，那是讲说我这里有个冲断了，所以你至少这边得先补的意思。所以双方就是。 虽然都要补齐啊，但是在做活之前呢，都还是各处利用这样子，也是蛮有趣的一些变化。那我虽然跑来这边搬的时候，决一是推荐黑棋还是应该断上去啊。那这个断的变化也同样复杂，搞不太清楚。白棋是外打啊、哦，实战如果被要断，我可能会考虑打断打中间了，這有点搞不清。那这个管应该还是个先手啊，否则有挖打的滚包，黑棋受不了。那么他冲，我这上面先退啊。欸 上面先退有点看不清，因为退他拐中间，我杀进去，这个气应该我是应该不太够哦。那如果说怎么样下哇，这个变化也是各种看不懂。黑棋如果救三颗被白棋封住，这不知道、欸、就有点搞不清了，因为这边的变化实在是各种复杂了。然后再加上还有许多转换的可能性啊，包括说有没有可能这、欸、脚给人家啦，或者中间黑棋给人家，或者是。 哦，是搞不太清、啊、太复杂了。那不过他这个跳应该没有比这个断上去来得好、啊，因为实战后续被我直接打出来，让整个海阔天空了。那么黑棋这一块棋还是欠着一步杀，那中间也欠着人家要杀，所以这样子应该算是黑棋不太行了、啊，因为中间跟左上整个要被人家杀，然后右边其实被白棋拉回来还是没有完全活，还是要被收刮的情况下，那黑棋就不太好了。 那不过事后来看，黑棋这时候还是应该救左上啊，因为际上被人家白棋随便一退，那整个左左上全死还是太大。至少先把这块走走出来还是比较有竞争力，因为这个一走下步这边还是有机会去杀杀白棋的。哦，这个团到先手之后就就可以杀白棋，虽然说味道差了，但是至少这么下比较有竞争力。先把这个推出来，然后这个先先挡住收刮右边的黑棋。哦，这样子走，那黑棋这边应该还是得。 连一下，那连的话，后续就看白棋要活左上还是来杀中间这块，应该会去杀中间这块啊，因为这块杀到了我自己这块棋，这这条大龙也不受影响，所以，哦，这个还是一个稍微乱一点，后续还是要看白棋能不能杀到这一块，那或者说如果杀到这块，那白棋左上这个角也死了的话，那这个转换的结果又是如何？很乱吧，对吧、啊？所以就是太看不清的地方还是很多。 哦，但是刚才那个搬入的变化决议日判断还是白棋稍微好。实战白棋走到这边吃住的时候，应该就是宣告黑棋不太行了啊。这整个胜率也是完全飙上去了。然后这边最后如果来主度不让我轻松度过的话，那其实应该还是不太行，因为白又简单杀中间。那借着黑棋要跑中间的这块棋呢，即便白棋没有杀到，但是我这边一定也囤够多子力了。那等一下随便随便拉出来那。 这个黑棋吃爆这块，即便这块能活也是不够，因为左上这个被白棋吃的话，黑棋整体目数还是不太行啊。那实战后面就还好，我这简单拉回去一点子力，他就控不太够了，好吧？那这盘棋跟大家看到这边就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